而且我哋要準備再起步嘅車手頭先，咁陣間我哋係要有哨子聲咧去提醒各位起步，要時刻，要影相，趁住而家呢個時間，快快完成，跟住收好你哋嘅貴重物品，以免你哋喺比賽途中咧會丟失你哋嘅貴重物品啊！ 記得我哋會有哨子聲喺收咗起步帶之後，我哋係會有哨子係去指令各位嘅起步，提醒各位喺前方隧道口呢，咪因為人多車多，所以呢係小心嚇，留意路邊嘅狀況，好好享受你哋嘅50公里挑戰組嘅賽事。 多謝你哋參加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2016，加油！
slow down after you leave. 请减慢车速预备停车。Please slow down and be ready to stop. 请减慢车速预备停车。请减慢车速预备停车。你要落车啦，要佢向前啦，唔该。